张卫健是演艺圈中出名的宠妻魔人，他与妻子张倩相爱18年，甜蜜好感情让人超羡慕。但两人其实多年来一直分居香港、北京两个城市。张卫健近来登上节目谈及夫妻相处之道，解释两人一直坚持分居两地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对方为了自己放弃原有的生活圈。但他也强调，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长期分离而变质，主要原因就是彼此互相信任，自己从不会对对方说谎，老婆也不曾怀疑他，满口的夫妻劲完全撒了一地狗粮。那么我不想他为了我一个人就放弃了他整个生活的所有他熟悉的味道，所以呢我们就一直维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顶多一个月左右我就会来北京陪他。那当然呢，大前提的第一点就是互相的信任。虽然我们隔那么远哈，但是我们双方每一天每一刻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正在做什么都知道，都很清楚。一天打多少个电话？很多个电话啊。那不会我们这边正聊着天，他要是突然打个视频电话过来，你要不接他会怀疑吗？他不怀疑，我都不会跟他说谎的。事实上，张卫健与张倩结婚多年期间从未传出婚变出轨新闻，即便先前被爆出曾在婚前劈腿女主播，双方虽然并未出面回应，但张卫健在事隔5天后晒出与老婆的合照，两人的感情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甚至直接以秀恩爱来打脸传言，果然还是大家羡慕的幸福一对啊。非凡娱乐整理报道。